谢谢谢谢哦，谢谢啊，好开心啊，雨欣，快来快来快来。其实刚刚彩排的时候呢，来雨欣先坐。这雨欣啊，真的皮肤超级的好，而且人特别的好，还送我一个小甜瓜。雨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Hello， 各位行政圈的大家好，我是德麦的刘雨欣，很开心能够来今天的首场的直播间。太兴奋！这个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希望姐姐能够甜上加甜。甜上加甜，是一会儿我们可以来吃瓜一些，讨论一些事情。吃瓜，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瓜切开好不好？一会儿我们真的可以吃一些甜品。我今天啊特别的紧张，我也很紧张。你紧张吗？我怎么觉得现在比彩排的时候变了呢？你不觉得吗？现在挺放松的感觉。你放松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直在抖。刚刚在彩排的时候呢，然后我跟雨欣就聊，我说我不会。雨欣问我，哎，你是很专业会跳舞？我说我是会跳舞，我一抖就变成跳舞了。好，今天哎，你们过了啊、哎？有人跟我举个大字报说帮工作人员要刘老师的签名照。我们也要。哎，我跟你讲讲，他俩真的是你，啊、还有我。最忠实的粉丝，我跟你讲讲、哎，你要讲讲故事吧。我投过票，我买过奶，对我投过票，真的买过奶，我买了十箱，无骗你。这个买奶的梗是就买奶就可以就是要买奶才能投票，对啊，哦、是的，是吗？所以那个他让你说话声音大一点，好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刘老师来到我们种田直播间，作为我的首个嘉宾，真的是好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来立一个 flag， 好不好？那就是说跳舞吧想看。哎，粉丝们想看刘老师来一个什么表演呢？来，我们甜甜圈们刷起来啊，大家想看刘老师什么表演？我觉得应该肯定是跳舞吧，我特别喜欢看跳舞。哎，我看过你在好多舞台上的，对，跳舞太帅了，真的 popping 好帅啊。那我们怎么立个 flag？ 那立一个直播间能够点赞15万的话，那150万现在已经超过，现在早就已经超过，不是100万了已经。不要紧张。点赞超过150万，然后我就跟，你就跟，不是你跳吗？一起跳 party。想看两个我都想看，一起跳可还行？我也想学。那不是你教我哪会啊？我怎么可能会、舞蹈一定是专业的。好，那雨欣已经把 flag 立给大家了，如果点赞到多少数来150万、150万、那刘老师就来教大甜甜跳啥 popping、我一走进 popping 来。所以甜甜圈们想看我们刘老师教甜甜跳 popping 的，赶快通过手机淘宝 APP 啊搜索景甜直播进入直播间。我的妈呀，已经刘老师，你来了以后，一秒钟变成180万了，170万了。我们好多甜甜圈说雨欣声音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那我把往上调一点。可能刘老师太紧张了，来，是不是？他不紧张，他彩排时候跟我说。我们这个 flag 太轻松了。我今天为人竟然给他扇扇子，我也想。然后呢，我们既然是迪奥给我们带来的三个惊喜，所以咱俩现在先把前面两个惊喜跟大家讲一讲，好不好？哎，雨欣，我知道你平时比如说排练啊、训练，包括去演出，压力都很大，而且很大的一个工作量，熬夜会不会熬夜？非常，非常熬夜，非常严重，是不是熬到天崩地裂？对，而且像我们平常出去就是平常工作，因为会坐飞机啊，然后坐车，然后在酒店，因为夏天嘛，它会开空调，然后脸部的那个水分就流失掉，对，所以平常比较多会保湿。哎，你真的是好白。姐姐更白，姐姐教我一个秘诀，你们都白。那你要喝，那你要多喝一点 VC 哦。好，谢。然后，那你还要多用冰袖哦。好，护住这个地方。防晒霜不要忘了抹。你会用吗？会用，刚刚我在旁边有听到，是吧？冰袖一定要坐车的时候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，今天雨欣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迪奥的紧致的激活韵能精粹水，这一款水真的是我用过。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精华，倒出来再看看，包含了对，还有氨基酸在里面。它的水非常粘稠，它不像别的水，它的水是那种完全有精华在里面。嗯，我感觉一点都不滋润，你也试一下吗？对，因为它是水状的精华，快速吸收又不黏腻。可以做一个保湿。那平时你用水是怎么用呢？是用手还是用我一般棉片？
用棉片或者用手来抹。然后我们这一款这个精粹液里面呢，它是含有非常多的精华，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极度的保湿，而且它的这个吸收力度是非常厉害的。因为迪奥花了20年在研究一个事情，叫做新生元细胞。新生元细胞的概念就是说，我们皮肤其实有很多细胞组成嘛，那如果细胞在老化，那怎么可以有一个年轻的状态？新生元的概念就是帮我们唤醒所有的细胞。让我们的肌肤哇，这款产品的价格真是太劲爆了，我的天哪！好了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款精粹液。刘老师拿多少？巨划算，平时的活动价格是680，今天在我们种田直播间，我们刘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个价格。刘老师，你来报一下这个价格吧。对，只需500元。只要500元哦！天啊！我还会送大家噔噔噔三个我们小 A 瓶最有名的这好可爱，对的，这小 A 瓶的那个精华有三个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刘老师带来的价格是500块钱。那好厉害，好厉害，我这个总价值赠品的总价值就1000多块钱了啊，结果买两个的话，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多多囤一些。我最近也是把它推荐给我身边的很多朋友。我最近也在用，每天都在用。有吗？有推荐给其他的团员吗？有有有。他们都有用吗？对，我回去再多多的给他们安利一下，对，安利给他们。对对对，让每个人都像你一样。提醒大家，我们这款产品呢是要预售先付定金的，然后大家可以去到15号宝贝链接先付定金，我们是预售。也特别感谢我们迪奥品牌今天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支持，非常大的一个力度。对。记得来我们聚划算景田直播间，给你聚划算的价格。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 flag 啊，要多多点赞我们的聚划算官方直播间。然后等 flag 到了之后呢，然后就是景田姐就跟我一起跳 party， 又是我跟你一起，逃不过，逃不过，不，我想看你跳，好吧。哎，雨欣，你觉得平时护肤品里面，你觉得哪一个部分还是最重要的？我一般会是。因为我可能平常就是笑比较多嘛，所以我会眼霜吧，好看，经常像会经常用眼霜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平常熬夜的时候也会这里会有那个鱼尾纹。对啊，你哪有，你没有，你哪有，你不许这样说自己。随着那个奶奶的人都受不了了，我都要哭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，其实会有一个。在我面前说没有姐姐，其实我感觉就是我看起来比较就是说。你状态这么好，真的憔悴绝了。对对，比姐姐比起来，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她气死我了，真的皮肤这么好。所以说平常要多用眼霜，然后补水。对对，一款好的眼霜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女生达到一个抗老的作用。对于眼霜啊，我觉得抗老我是最看重的，所以我们迪奥这款紧致焕颜眼霜就能起到这个作用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黑科技新生元细胞。来，我们俩感受一下。哎，平时我特别怕用那种很黏的眼霜，就化妆的时候会，对，它会粘在那个脸上，而且会起泥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是夏天，你太厚重眼霜抹到脸上反而不舒服。来，你先抹一点嘛，你先试一下。它这看好像冰激凌，这个也好香，质地好棒。对，因为它里面有4种花植精粹，所以说气味非常的清新，又润，然后又非常的清香，而且呢，它是超级好吸收。所有迪奥家的护肤品，这一点我是最爱的，它是一个光速吸收 ，zoom。是的，而且还可以改变暗沉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不会有黑眼圈那些的？我就是说遮住了。了吗？所以呢，这一款眼霜是我平时如果熬夜也一定会抹的，是的，我会有个心理作用。哎呀，因为我今天用了一个很好的眼霜，能够稍微的帮我抵挡一下这个熬夜的这种内疚感。所以要是想要抗衰老，就多多用一下我们迪奥的小 A 瓶眼霜。对，好呢，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平时我们这一款迪奥的紧致焕颜眼霜，它的价格是790元。那今天刘老师来了之后，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，也是非常的惊人的。对，我的天哪！仅报价是560元。还没有完，没完没完没完。560元之后，还会送给大家三个三缪的精华素，价值是330元，所以在一起打的折扣是5折。天哪！
店品牌打50。所以呢，平时大家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。如果说大家要支持我们刘老师，支持我们迪奥品牌，支持我们聚划算的种田直播间，以后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好物，一定要多多囤一下哦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今天哇，福利真的很大。哎，你们能帮雨欣上杯水吗？对呀、啊，给我偶像来杯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花来了，我们花来了，开始吃。来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，我们去到16号宝贝链接来拍我们的这个眼霜啊。你吃一点。哇，谢谢。好贴心。那我给你这个。来，干杯。耶。干瓜。好贴心，谢谢。哎呀妈呀！上链接、哎，还没上链接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新手，你们原谅一下。3、2、1，来，你按哪上链接？嗯，刘老师，赶紧3、2、1上链接。好，大家不要忘记到16号宝贝链接直接购买我们的迪奥激活韵能紧致焕颜眼霜。那它现在价格是560，还会再送3个3 mil 的。吃货，吃货，甜又上架。说话，开始截屏了，大家。要不要吃一个？我，天哪，我今天吃。我也想要。我刚刚有碰到这个棍子，所以我今天吃到了你的瓜啊！不，吃到你递给我的。你喝点水，喝点水。然后你喝点水呢，咱俩可以聊会儿天。今天太激动了。来，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两个的价格啊。我们15号链接的精华呢是500元啊，大家直接拍两套，我们会送6样的东西。那大家可以去到16号链接呢来拍我们的迪奥激活韵能紧致焕颜眼霜，我们也会赠送，相当于50%。那这些呢都是要预售先付定金的。对，甜甜赶紧，快，下面，下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想要的，这波福利。甜甜，不是，你让我补充点，我跟你讲，我缺糖了，我一上来老紧张了。好，下面呢，哦，要抽奖了是吗？就是你们，这是我特别期待的。哎，那个，来，我们要跟大家。要抽一个奖了，把奖品拿出来看一眼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奖品留下吧。哦，哇，还挺沉。来一整个我们迪奥的礼盒，里面有非常多我们迪奥的护肤品，全部都是正装，好不好？而且今天呢，在这里我要让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来一个签名。天哪，这可是限量版啊！想要，让我也签上，那咱俩一块签。签完了，我可以直接带走。对。不可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把盒子里的东西给来提醒大家啊，我们这一轮抽奖啊，我们有一个口令，就是我的甜啊，大家都记得吗？我的甜哦，这一轮的口令是大甜甜的新朋友，心是雨欣的心哦，不要写错，是雨欣的心，只有3份，我也想要。大甜甜的新朋友刷起来，大甜甜的新朋友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我们聚划算官方直播间，才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哦。啊，让我拿一会儿吧，让我拿一会儿。哎呀，不让你拿。我。还有一个啊，大甜心嘛，我们要是通过截屏的方式哦，只有3名，这是最后一份了，不想送回头出去。把照片过来啊，全你。咱俩要不要现在赶紧刷一下屏吧？来，我们也发吧，真的，说不定就运气好抽到我。我太想要这个了。哎，大家应该输什么口令跟大家说了吗？大甜甜的新朋友。那我们先要是雨欣的心哦。大甜甜的新朋友，哇，已经刷屏了，哇，真的有点沉，给大家看一眼啊。好，我们有3个，让雨欣来跟大家抽奖吧。好，截屏对吧？来截屏，那你来截吧。我帮你拿。3、2、1，等会儿啊，3、2、1。我们给手机前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下。哇塞，太幸运了！来，来念一下。来，好，我来看一下。第一位的 ID 是微笑的带过。第二位是TB24078149146。第三位是风幻沙。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得奖的朋友们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暗号对不对啊？都对了。来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大甜甜的甜甜姐是不是渴了？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前3位朋友，恭喜你们获得我们770元的迪奥激活韵能套装，关键是带我们甜甜和雨欣的签名呢，我们留下吧。有你们吗？没有。那你一会儿给他们俩一个福利吗？
嘛，他会给你买好多奶。好，必须的，你可以在我手上签。好，再次提醒大家，我们既然雨欣来到现场，我们迪奥的两个产品啊，15号和16号链接，大家赶快去拍一下。我的水也来了，来，咱们再干个杯吧，今天真的好开心。干个杯。我偶像。你们随意，我干了啊。嗯，哎，刘老师，你刚刚喝的也是我们卖的那一款，是冻干柠檬片，对，我酸甜酸甜特别好，酸甜酸甜，每天补充 VC， 因为很我知道你很累，是的，这是我们3号宝贝链接啊，一伏糖的冻干柠檬片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和我们的刘老师聊会儿天儿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吃瓜，要放松一点吧。我的天哪，哎，你要不要一个小抱枕？我这样拿着，好好，谢谢，好。聊会儿天儿，先聊第一个问题，组合成员里面谁最能吃 ？Shaking 啊 ，Shaking 最能吃，可以对啊。好的，我们第二个问题，组合成员中谁最爱化妆？都爱化妆，都是爱美的，我也爱啊，美的女孩，我就是时时刻刻都得带着粉，真的吗？所以要做好什么？做好保湿，对的。然后好了，第三个问题，其实呢我好像还知道一点点，就是刘老师这个称呼是怎么得来的。甜甜姐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上网看大家都，因为他买奶我投票，我每天给甜甜安利啊，对，他们给我安利，而且我知道，就是我听他们说，就是雨欣是属于在团队里面他会照顾到所有人的感受，会经常去帮助大家，所以就叫他刘老师。包括刚刚我们一来彩排的时候，因为我今天第一次直播嘛，我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就说话，你经常帮我还拿着话筒，还特别贴心，对，拿着风扇，我就觉得哇，你真的好贴心。我也有点紧张，说实话。我觉得你特别见到甜甜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真的真的。对，其实就是在节目里面啊，之前有上课啊，就是疫情期间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有开小班课，然后教舞蹈。所以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称号。所以雨欣特别的热心来帮助每一个团员。好，下一个问题是，青春有你比赛期间上谁的课最让你紧张？我觉得你很淡定，你会紧张吗？就是老师都挺温柔的，是吧？嗯，所以回答完了。没有没有，对，老师都很好。其实雨欣是一个，我感觉她非常的有舞台经验，因为我也看了你很多的表演。姐姐你好会夸。没有实话，没有实话，完全没看出来紧张，嗯，啊，是吗？嗯，很放松。其实我还放松了一些了，说实话，真的真的。好，还有这个问题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你在很累、很累、很累、很累的时候，最想做什么？最想休息、睡觉，然后喝点姐姐推荐的 VC， 对。哇。谢谢刘老师，哇，他们说点赞人数已经破1000万了。姐姐可以，姐姐可以，雨欣，雨欣，真的好感谢，谢谢刘老师。啊，他居然说他在最累的时候要喝我推荐的 VC 柠檬水，真的真的真的。谢谢谢谢，那你回头那个再做起来，照片过来，好，这个名没问题没问题。回头我那个直接分给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，你的粉丝。谢谢。好了。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问题，最近三天，最近三天，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？跟甜甜姐见面。哇！欢迎欢迎！天哪！来，你问我一下这个问题。我问一下大甜甜，最近三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见到刘雨欣。哇！妈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这个老姐姐也不好意思啊，喝一个喝一个，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啊。Love you, love you, love you。 我都没想到他是要这样回答的，真的好。那我送你点啥吧，一会儿激动柠檬片我送你是这样怎么样？哎，还有刚才纸巾你需要吗？平时你那么累，来拿一个吧，特别香。再送一片感受吧，我一会儿送你10包，我再送你。直接直接去12号宝贝链接去拍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执着于右脸？我觉得你左右脸都很好看啊。
可能就是说姐姐还没有看到我的右脸。嗯啊，我跟你们是更加的相反。没有，就是其实右，因为我看一眼右脸。不用，不是我没看到，我怎么能说呢？不用，我开个玩笑，姐姐，就是平常因为对镜头，之前会练习表情什么的，然后所以会知道自己的哪边脸比较好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彩排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我就问导演组，我说你们看雨欣在哪边，我在哪边，然后雨欣说先看我在哪边哪个脸好看，我就觉得天哪，都好看，太贴心了，姐姐都好看，你融化掉了，特别贴心，太会了。但是特别巧的是，你俩都是哎，今天都哪个脸都好看，对。你是说我喜欢露左脸吗？没有，姐姐都好看。你更好看，真的，你香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姐姐厉害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也看过你的这个造型，就是说你尝试过长发的造型后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希望脸再多一点，就是再胖一点。那我觉得你长发短发都好看，但是我现在更喜欢你短发的样子。谢谢姐姐，非常左右脸都非常好看。我听进去了。你听进去了吗？听进去了。要给我们寄照片哦。好，必须的，必须。回去就等着了。点赞。然后我给你寄十箱的这个。好。谢谢。点赞已经1200万了。啊，1200万了！天哪！我们今天现场跟偶像跳舞了。太好了！我们已经 flag 已经成功了。对，乘以十了。1200万了。破千万了，已经。来吧，必须要跳。这就来了。你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给你加油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这耶、yeah ！姐姐可以这样，就是说，我教一小点动作，然后你可以跳属于你的风格，这样一起跳吧，一起跳吧，这样好不好？就是你能不能让我先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看你那么多舞台，我觉得你好帅啊，真的跳得超帅。姐姐也美，姐姐就是魅力四射，所以你能不能让我今天也有一个福气，能够现场先看你跳一段？好，然后我能学多少是多少。好，那就简单的几个动作。好，我们走起来，我们现在是。演唱会头排门票，这个不用拿了。刚才我们有甜甜圈说想要购买刘老师同款蜂蜜水，大家不要忘记去到3号宝贝链接购买我们一肤堂的蜂蜜柠檬干。我真的不会跳，我想先看你跳。哇，好嗨哟、哦！真的，哇哦！柔软版的 Poppy， 哇，现场看太帅了！真的，只有在我们聚华社官方直播间。现场看看你跳舞真的太有魅力，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。好帅呀、啊！怎么我现在心跳加速？我也心跳加速了，我跟你讲。姐姐就是说，不如我们下去再一起跳一会儿。他让我下去再一起跳。好了，今天特别的感谢雨欣，然后呢，我跟你走。谢谢甜甜姐，谢谢甜甜姐一直就是说很会夸我。特别开心，然后那个十箱柠檬片一会儿肯定要寄到你们家，你一定要记得签收。好，谢谢雨欣，谢谢。那你刚说什么？就是说我们下去再跳会儿。他说要下去再让我再跟他学一会儿。那我就先那个啊，怎么了？我就先去，哎，我拿个东西，你等一下。走，我跟他走了。怎么？拜拜。你们俩先播一会儿啊，拜拜。啊，你俩。